小凯，小凯，刚刚是不是地震了？没有。那为什么我看到你心头一震？王俊凯，我跟你说，遇到你之后我都不愿意吃糖了。你为什么不愿意吃？因为你太甜啊。你知道吗，王俊凯，遇到你之后我变得越来越不像我自己了。什么？像你老婆。